小韩就在位于横店的剧组，看到了正在拍戏的高伟光。当日，高伟光身穿戏服，正在片场跟对戏的黑衣人沟通。中途，工作人员上前简单为高伟光补妆后，两人开始试拍。高伟光抵住黑衣人的脖子，将其按在墙上，一边比划着沟通细节。 随后，高伟光张大嘴巴嘶吼着，将黑衣人狠狠甩了出去。试拍两遍后，高伟光玩着手机在片场休息。短暂休息过后，高伟光和对戏演员回到拍摄位置，他将黑衣人抵在墙上，等待期间还自己练习了凶狠的表情。正式开拍后，高伟光将吊着威亚的黑衣人甩飞出去。拍摄完成一遍后，现场工作人员上前与高伟光沟通，他边听边做着动作练习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期待高伟光的新角色吗？